我唔系英雄，我只系一个坚守正道嘅平凡人。 中朝光散，岌岌可危。马副帮主寻晚被家人所害，有人指证系你做嘅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 话我杀恩师，话我杀父母，江湖上人人都话佢十恶不赦，我绝不退缩。爹，尽力维冤。 争血力，顶硬，铲除乔峰。如果你唔归顺嘅话，我就要你死喺呢度。今晚我就要同佢嚟个了断。